的，五二七又是加班了，早上发车就很好，花莲的廉价加班清冷机车号，这边通过瑞芳站了，9:45，4月5号，5276。今天是二妹路，看见你车网，哦，先车网。张八在江山县花莲，1312，横江零一车王平安稻田，红色带青龙机，然后9:46，4月5号，谢谢大家。